原本8888阳光预算，随机三种植物挑战僵尸博士。首先，随机植物。火炬梳妆，双方射手，这支我稳赢了。首先咱们先来两排双方射手，第三路的话有大老花，咱们就没必要中双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版本的大老花，等会儿我中一颗你就知道了。然后僵尸博士咱们直接开，先来一颗大老花。小伙伴们看到没，这个版本的大老花会召唤一个毒爆二爷。现在咱们火炬梳妆只有一排，为了让双方射手发挥最大威力，咱们再来一排火炬梳妆。然后大老花的话来六颗差不多就够用了。就现在咱们这火力，这个僵尸博士一次就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。现在小伙伴们，本局挑战你会支持谁呢？如果支持植物，可以弹幕扣军仔必胜；如果支持僵尸，可以弹幕扣僵王必输。这局挑战既然僵尸博士来了，咱们肯定不能让他好好的回去，最起码得让他吃点苦头，是不是呀？现在大老花召唤的二爷马上就要走到姜王的脚下了，这个时候姜王应该也差不多就要低头了。咱们让这个僵尸博士第一次低头直接就去度假。哎，这姜王连续放了两波蹦极僵尸，我去，又砸车，这还没低头呢。这姜王，我还等你低头，你却直接倒下了，这是着急去度假呀？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少送一点大老花呀。下次我记住了，轻点打你。好了，小伙伴，这个姜王没啥脾气，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